好，同学们，我想画一次向日葵，所以看到这个向日葵呢，我们先画，先给它分出下面一条线线，中间有一个花瓶，先拿好自己的颜色，这里有一个花瓶，大概在这个方向有一个花瓶，然后呢，这儿有一朵花，两朵花，三朵花，四朵花，五朵花，六朵花，七朵花，八朵花，九朵花，这里还掉出来一朵花。好，下面呢是一条咖啡色的线，紫色咖啡色，然后这个花瓶呢是这个颜色和白色混在一起，上面是黄色和这个颜色混在一起，这个是这样。再用咖啡色，那我们现在开始画花，画花中间有一点点黄色，这个绿色，然后黄色的花，这个拉开，中间是绿色，
quite tiring, but it's a lot of fun of doing.